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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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跳舞吧，走啊！哎，玛丽，快走吧，迎接新年，跳跳舞多好啊！啊，走吧，快走吧！哎呀，我……哎，对不起，可以请您跳舞吗？过一会儿我就回来教你啊。 真对不起你，没关系的，太晚了，我要回去了，再见。哎，来了，玛丽，哎，可以问您的姓名吗？姓杨，你呢？赵晨，65中，高一，一班。 向你祝贺新年，并祝你滑冰的成功。明年你毕业了，我不赞成你当土爹奶奶，建议你学。哎，学什么？哎，括号，你先猜一猜，谜底在信中找。没有。 没心眼儿，早忘了。那天的事儿怪我不好，哎，也怪我，一时生了气，才写了那张强报稿。见你发了那么大火，我又不敢承认。什么？强报稿是你写的？不是。哎，得了，咱们把所有不愉快都让1952年带走吧。同学们，现在是23:59。 学习奖章，强云，我也同样祝贺你。祝贺你，祝你活泼、快乐、美丽。谢谢。祝贺你，李春，我祝贺你，我也祝贺你。
你祝我什么呢？祝我改正缺点。那么你呢？祝我不像以前那样简单冒失，爱放炮，对不对？哎，请问编辑部在哪儿？不行，今天晚上要排版的，你马上送来啊！给到。你找谁呀、啊？我找田林。那他就是。你就是李春同学吗？哎，是啊。哈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我叫田玲。哟，你还提前到了呢，请坐，请坐。那边稿子你送的吧。我今天约你来，是想谈谈你的剧本。我能不能先问一下，你为什么要写它？我。我为了。啊，请坐，请坐，咱们随便聊聊。你是想表达一种？我想批评一种光讲大道理、空理论的人，还有一种人吧，自己功课不好，还嫉妒功课好的同学，还有。我觉着你的作品中好像主张个人按个人的意见办事儿，不要组织，不要集体，还好像主张学生只要把功课学好了，别的什么也不用管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批评的那位团支部书记，使我想起了一个人。哦，我给你倒杯水。他家里很穷，母亲给人家做保姆。1948年。他才14岁的时候，就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，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。他冒着危险，和许多大哥哥大姐姐一起，勇敢地从事地下斗争。现在，他还在上中学。也担任着团支部书记的工作，要时刻想着帮助别人，自己功课并不好，但他刻苦拼命要赶上去。是啊，要赶上去。天晴了，咱们的校园真美呀！是啊，美极了。哎，你也变得更美了，真的。这是咱们食堂发的，每人一份儿，给你。这个叫什么？蛋糕啊。哦，蛋糕。在孤儿院的时候，看姑奶奶们，哦，修女们吃过，谁也不敢问那叫什么。后来，你是怎么离开孤儿院的呢？我15岁那年，姑奶奶要把我卖出去，卖给一个可怕极了的男人。我不干，头一回跟他们大哭大闹起来，过去我从来不敢那样。后来那个外国嬷嬷救了我，把我带了出来。她待你好吗？她有时候也骂我打我，可那是为了我好，她向我传达主的旨意，我向她忏悔我的罪。你的罪？你有什么罪啊？有时候我不相信他的话，他说不要跟共产党来往，可是我常常想，
像你这样好心的人，不也是共产党员吗？简单了，怎么了？你疯了呀？100分啊，毕业以后就能保送上大学了。哦，衷心祝贺你。什么呀？不是我，是你呀。我，你看，是你得了100分。嗯，这我得了100分啊，可真不容易啊。这次我够了。李春，给你。哟，你怎么才得了80分啊？李春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一二一二一二，好了。哎哎哎，诸位诸位，本宿舍舍长吴长福阁下，也就是本人，荣幸的向诸位宣布，下面开始寒假前的最后一个节目，大扫除。哎，你找谁呀？我找郑波。哟，是你呀？哦，快请坐吧。好，社长阁下。哎，来介绍一下吧，这是青年日报的编辑田林同志。啊，你好。啊，老战友，欢迎你。嗯，快请坐吧。哎，不过我们宿舍挺乱的。不不，快坐吧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坐吧。哎，你快坐吧。好嘞。编辑同志，您是到我们学校来采访的吧？不不不，我想约郑波上街有点事儿。哎，社长阁下批准吗？我看可以批准。好嘞。哎，不过得有个条件。您得先猜猜哪张床是郑波的。三次猜不着啊，罚唱歌。请罚唱歌。好，快猜。嗯，还得猜哪张？这张。不对。怎么样？哎，你到这边，快过来。这张。哇，还有一次。这张。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，河上飘着柔美的金沙，他就是站在金桥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晨光。你看见了吗？郑波走的时候啊，什么？哎呀，你来，你来，嗯，哎，何天林呢，手拉着手，胡说八道，哎，绝对没错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你再胡说，信不信由你。胡说，哎，敬鬼。哦，杨强英来了。嗯，苏宁呢？他在屋里，请进吧。
猜我给你带来什么了？什么？喏，桌呀。刘胡兰喜欢吗？喜欢。我也送你一件礼物，是吗？你看，哎呦，太好了！你自个儿做的。嗯。哎，雄赳赳气昂。吃结果的怎么样？嗯，没意思。嗯。哎，我是来给你大扫除的，把这房间变个样，好吗？好。哎呦，真盼着你来。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，又怕你生气。我干嘛要生气呀？我最近常和呼玛丽在一起。那天我看她的衣服太旧了，我就想送她一件衣服。你做得对，苏宁。可他说什么也不要，他说他什么罪都受得了。他还对我说，你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心里空虚，觉得痛苦，像迷途的羔羊似的，觉得迷茫，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寄托。胡说，这什么话？当然了，他的话也不一定全对呀。可是我好像被他的精神打动了，我想到我自己，想到我这个家，我的命不好，所以常常感到痛苦，有的时候哭极了。后来我就跟他去了几次教堂。什么？你晕了吗？我就知道你会生气的。我不生气，我有什么权利生气？你有你的自由吗？我有什么权利干涉你？杨湘云，你别这样。我真傻，我还以为你变得用功了，快活了，我是多么高兴啊！为了让你生活的充实，有信心，我愿意做一切事情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你，湘云，湘云，你别，你听我说，我错了，我干嘛要送你这个？再见了，杨湘云。杨湘云，怎么了，小梅？湘云，杨湘云。请你再坐一会儿吧。哎，小妹得罪了你，请你原谅，我向你道歉。谢谢。哎，票不退了。嗯，哎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请你跳过舞，杨，我买了两张电影票，可是我那同学突然病了，肚子疼，你。您愿意去看吗？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学生，你知道我的操行评语是什么，你知道我大考几门不及格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肚子疼。
谁呀？啊！你可真行啊，这么大的姑娘还爬铁门，你也不害臊。我刚才叫了半天的门，谁叫你没听见？你犯了校规，还有理了？怪我不好，怪我不好，行了吧？倒霉，真倒霉，什么倒霉事都叫我碰上了。你咋这么疯呢你？你给我，就不给你，赶紧啊！你扔吧，卖吧。不卖，不卖怎么办？再把老婆孩子全卖了吧。欠了那么多的税，要退赔，要罚款，你给我。怎么了？我不活了。想开着点。我这是怎么？把首饰盒子给我，你不给我，我今天跟你没完。老爷，你们吵什么吵？别吵了。太太，快进屋歇着。看你们还像不像做父母的样子？我吗？哎，今儿是星期天，能耽误你一点时间吗？如果你忙，那就改日吧。